好啦，我们接下来怎么过呢？看一下、喔，咱们的 Lucky 现在正在仰望的这个很奇怪的，那些像鸟笼的东西，一直不断看着，而且他现在好像非常的生气。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在气什么。Lucky， 你是在生气还是在害怕？哦，看起来不像害怕的样子，好像他看到他的初恋女友了。哦，不对，应该是初恋男友。啊、哦。他发现他发红眼睛，应该是非常的愤怒。好，我在想，我要不要下去啊？下去了，我下来啦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打他！哇哇哇哇！发青光了，发青光了，他是哇哇哇哇哇！哇他要被控制了吗？他要被控制了吗？哦哦哦哦！哇哇哇哇！咱们的 Lucky 被控制了！哇，这是怎样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该不会要对你的主人？哇！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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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要对你的主人凶凶！救命！嗨，吃我啊！跳舞给你看，啊干，真的被吃掉了！哈哈哈哈！啊，我真的被克了，我的 hell！ 啊，这样被克了怎么办？嗯？哎、欸，怎么换场景了？哎、欸，换场景的嘞！啊，这是什么？第一次看到这类的建筑物哎、欸！啊，原来是一场梦。等等，原来我所做的一切全部是一场梦。呜，有魔星啊！阿妈不要追我，我怕怕。啊，卤肉饭好好吃。哇哇哇！哦，这个是俯瞰视角，有什么东西在飞似的。哦哦哦哦哦！完了，他来了来了来了！有什么庞然大物飞进来了？哪里个？哇！中，这是救急版的食人巨婴诶，它翅膀好大哦！这是成年的食人巨婴了吧？哇哩嘞！等一下，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这样看到我想起了从前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已经分开这么久了，不要再留恋过去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绝对不会吃回头草的，你放心。眼睛一打开，哪里个？你我俩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就亲了下去。哦。不对啊，那我刚刚被吃掉是怎么回事？我刚刚被吃掉不是死了吗？要把我叼起来了、欸！哦哦哦啊啊！他吃我了！啊！好可爱的大狗狗！怎么会有个阿桑？啊！我们可以带回家养吗？不行！你看他吃人了！哦哦哦哦哦！哇，开战了，开战了！一开！哇，开打开打了！哎、欸，他把我克了哎、欸！他居然把我克了哎、欸！哦哦哦哦哦！哦呦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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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！秀怕秀怕！你竟然给我哭脸！哦，那个是半藏的，抱歉，哎、欸，不是，那个是原始的。你竟然给我哭脸哦！哦，阿娘喂！大战了，大战了！怎样？我该不会要控制这一只食人巨婴吧？哦呦喂、啊！一打一，一打一。
跑了！我飞了！哎，他这样把那小孩子就这样吃了就走了、欸。哇哩嘞！哇！而且他吃的应该是我哎、欸。嗯？啊，怎么没有字幕啊？与被选上的人一起了。啊，所以说他不是吃人，他是选择，是不是？他选择我。所以说我是被选上的，被召选的小孩，被召选的孩子。他是数码宝贝吗？啊，要进化了吗？所以说，现在这前面是在讲这个故事的始末，是吧？哇，好漂亮哦！就这个故事的前面跟后面，就是前面发生什么事了。所以说，我是被选上的小孩耶。那这只到底又是谁呢？好酷哦！可是重点是我刚刚已经被吃了啊，我刚刚已经被克掉了、欸。好、哦，来了，身负重伤，哇！就在此时此刻，我居然被雷给击中了，这根本是意外啊！所以说，哎呦呀 ，Oh my god， 哎呦呀，大大，以后多装一点避雷针好不？你看你不装的下场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说这些食人巨婴都是被控制的，他们都是被那个光什么光源控制的，那不是他们的本性是吧？然后他们是会选择一些被选召的孩子拿去做果罐头来吃，是不是？好，随便讲的啦，大概一个猜测啦。然后呢，我可能就从他嘴巴里面爬出来，然后这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，是吧？这谁啊？哦，被那群士兵给带走。哎，那些士兵也会，原来那群士兵是跟着他一起的、哦。原来是这样哦，被送下去了。被送到这个地方来。哦，为什么要把他送到这里耶？这边是安养室吗？好粗糙的安养室哦，怎么这么粗糙呢？滴水了。被绑起来了，怎样？是战败的都放在这里安乐死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所以我就是这样出来的、啊。哎呦，这是胃酸吗？恶心，为什么没有被融化呢？我是这样吐出来的，就对了。然后我身上多了一些纹，一些符纹，因此我有了超能力。哦，没有乱讲的。哦，他是从这种中间的叙述来倒叙啊。可是他把我吃了啊，我该怎么办？他把我吃掉了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还是出来了。我刚不是被吃了吗？还说他要吐出来了？这边我就不理解了。说真的，我这边就不理解了。IU ラボ OT ウカイヤ巨鷹巢穴的峡谷アテデケダロゼアダトオノゼアウォークク也就等于只能从上空出入的意思。アウィゼ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城堡就是食人巨鷹的巢穴，巨鷹峡谷。好吧，怎么起来？我还起不来耶。
我乱按看有办法醒来，好像没有办法，他咬我了。喂，飞了。所以说他抵抗了那个光圈的影响哦，他是抵抗光圈的影响啦。对啊，他现在好像对光圈完全不会有反应了，他是不是已经产生了抗性？这些巨婴不会再受控制了，是吧？所以说那个翅膀这么长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因为有穿装备的关系吗？你看现在没有穿，那个翅膀超短的，有没有？就是被弱化的概念，要把我叼走了，被我叼走了。哇，那个火不会烧到毛吗？然后就起火，然后就 game over， good again， 然后就游戏结束了。然后干嘛啦？嘿，乱了。抱歉，我宿醉了，你要把我带回家。我今天喝太多了，所以我才叫你不要喝酒嘛，你这样才可以带我回家，对不对？啊，咱们喝酒啊，一定要有一个朋友带回去啊，不然太危险了。就像是这个狗狗是你的好朋友啊，狗狗是你的好朋友，负责把你带回家的那一种，所以说他不能喝醉。到底能不能动啊？不要难过，我只是睡着了，我不是死了，好不好？请你快点你的动作。我这样甩来甩去，好笑。走吧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Go go go！ 好，到了这边了，你又想对我做什么？让我接受阳光的洗礼吗？我就会醒来了。你当我是植物哦？你要把我放在这里？你当我是植物你？啊，我还是一动不动的。你以为我是？你以为我的食物来源是光合作用跟水吗？想太多了，天真的小笨狗。好啦，我知道你很难过啦，但是我就是喝醉了嘛。好，别紧张，等一下我就醒来了。干，我该不会真的死了吧？可是我并没有外伤啊，还是我内伤。我被你那样一咬，我得内伤死亡了。那狗狗很难过。快点醒来！哦，我刚刚突然有点差点破图。你再把我弄到破图的话，我觉得导演就要喊卡，要重来了。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便当，因为都你害的。有蝴蝶。啊，还有，他要把我给溺死。他现在在寻求救我的方法，到底要怎样我才能醒来？一下放在水中。啊，醒来了，我被呛到了。一下放在水中，一下放在阳光底下啊！这就是爱狗人那个忠心的狗狗所要做的事情。看我起来了，他非常开心。Very good， 他超开心的。好了，我复活了，我复活了。啊，谢谢你让我酒醒，谢谢你让我酒醒，真是乖狗狗。感谢你让我酒醒。好了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要干嘛？我现在要做什么？那他脚越来越长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来，你要带我们去哪里？对啊。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有了，他做了。我只要你跳起来，对，就是这样，真乖呀 ，Good boy。来，我去帮你把它放下来。
关门哦，不是开门放狗。哎，我忘记按了，抱歉。爸爸，开门了，跟我走，一起走吧，一起走吧。走这里吗？这不能推，这是锁反锁的。那时候我可以走这里，另外一个洞穴。哇，这里超黑的。好，没路了，没有路可以走了。我们走里面吧，走这里吧。啊，也死路啊！这个矿坑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家都死路就饱啦。啊，这里可以跳上去，可是我没有东西可以跳上去。爬柱子吗？也不是。哇，这个什么蜥蜴啊？哇，居然有蜥蜴在里面。把这打爆，快点！推它，攻击这个铁门。你干嘛、啊？过来！哇哦！哇哇哇哇！发生什么事？哎、欸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我被卡在里面了！我要被挤成肉酱了 ！Oh my god！你这样子绝对行不通的啦，笨狗、喔。又跌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可以把它翻起来，然后我就可以拿来用了，对不对？攻击这个，攻击这个铁车子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哦，我大概知道什么了。你干嘛啦？出来啊！超可爱的，有没有？再钻，再钻，再继续，继续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到底，到底。对啦，就是这样啦，你都不怕卡住哦？哇，呜，哈哈哈哈 ，so 卡哇伊，摸摸你的头，一手一手啊，不能一手你了，抱歉了，你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，再见。用完就丢掉了吗？好了，我下来了。我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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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么靠近啊！所以这里的话，我要把这里拉开，这样他好像也进不来啊，有意义吗 ？Open，Open， 我先往前走啊，看一下前面到底装什么药，蹲下去。哦，这里就亮亮的啊！啊，这有个开关，太好了啊！是拉住哦，这是拉什么用的？哎、欸，我真心不懂这是拉什么的、欸。哦，是拉这个啊、哦？啊，它会爬过来吗？我看一下，它有爬过来吗？钻过来，快点，我帮你拉好了。有有有，他在走果冻了，攀爬之术。哦，是我应该看他在爬了吧？有有有，他在钻，他在钻了。你看那木头都被他钻爆了吗？哇，还好他不够胖啊！啊，如果他够胖的话，他胖他绝对钻不进来。然后就跟我一样，快点哦，等你哦。我快没有力气了。其实我还蛮怕他到时候钻到底爬不进来的，这就尴尬了。好了，你该不会真的卡在这里，你要永远饿死在这边了？我怎么办？哇，你真卡住了、喔！哦，这是愚蠢的行为，最笨的选择。天啊，天啊，被活埋了，游戏结束。哈哈，该不会真的这样游戏结束了吧？那也太好笑了。
没有哎、欸，我居然没死，又是一个命大的家伙。那我们的狗呢？用爬的找狗狗时间啊，被困在这里了。伊索，德瑞克，他被火埋了。哇，我居然要这样走，可以啦。哇，哎、欸，上面崩塌了、哦，这里开始崩塌了、欸。一点，都是我害了你，我不配当你的主人。嗯、你安息吧、嗯，你还是安息吧。来，嗯、走这边。这里有什么路可以走？走这里。为什么跳不起来？Go go go！ 哇，有士兵，看到那个门我就不喜欢了，真心觉得不喜欢。哇哩嘞嘞，也太多了吧！放我下来，不要在那边搓手啊！不要在那边搓手啊！他们每个人练金，他们手在搓什么东西啊？欸、我要被抓走，我被抓走！快跑，快跑！按左边，按左边！狗急跳墙，要死一起死！死了！抱歉，我太紧张了，我一紧张就跳了。狗急跳墙嘛，所以说这里到底有没有路可以走啦？两边都有士兵埋伏，我看一下这边有没有路啊？没有，那我要怎么过？重点，嗨，看屁看，被抓到死定了。我们跑回去会不会把他唤醒，然后出来攻击？有可能他醒来，他醒来了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俩攻啊俩攻啊！打啦！打啦！哇，超生气！哦呦哎呦哎呦哎呦呦！这个生气的程度超夸张了！打他抓爆他们了！哎呦呀，凶残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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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攻击他，哎、欸，非常好。还有一只不是吗？那一只趴着把他压爆，打爆他。一扫一扫一扫。哇，居然没死！把他弄死，把他弄死。有了有了，弄死了弄死了，我来帮你拔一下毛啊。一扫一扫，安抚一下你的情绪哈，干得好，干得好 ，good boy，good boy， 来，我们赶快离开这里吧。哇，他翅膀越来越大了，快要恢复原样了，他快要恢复原本的样子了。哇，叫什么？怎样？要挑衅所有敌人了吗？过去！啊啊啊！呜、啊！要挑那个地方去是吧？那里看见了没？一字，这边先跳，对。然后跳这里。已经很明显了。哇，要塌啦！快跑！
Oh my god！ 快点！乱！崩塌了！伦敦铁桥垮下来！哎，停了。好，不塌了。好，那前面有眼睛啊，需要了帮忙了吧？往那边找，快点！那我要过去把他眼睛给推下来了，又是一件麻烦的事情。而且这感觉看起来像是珠宝，有没有？超级高塔、欸，然后这是那个遗迹，哎，我们从遗迹峡谷走回来了，啊，然后那些好像之前都走过了，曾经走过了这样子，啊，五把揪，我来啊，别担心，我来了，走下面。我来看一下怎么过哦，这地方又要需要我的帮忙了。哪里个？我爬上去吧。哦，对，还好我爬上去，我刚以为爬不上去，摔死我应该会很怨念的。走。来喽！啊，这里要怎么上去啊？这里的话我就不知道嘞、欸。那边是不是有个洞？这边就不好上去了，能从侧面垂降。嗯？确定是要垂降到那个地方吗？哦，原来这里没有个洞啊！我以为有，爬这里。小男孩的背力超强，超强大背力，背力。我总觉得这些好像是用石头刻出来的，它这个材质感觉看起来还蛮特别的，有没有？好了，可以跳过去了，跳 ，What the hell？I hate you， 浪费我的时间，气死人了，不是很想再走一次，你知道吗？有点麻烦，气死人了。